啊，我怎么不进来？等我叫他们来是不是？进来哦，进来哦，我们演唱会要开始了，最美丽的阿诺已经在舞台上面了，所以在外面的同学赶快进来好不好？然后哈，各位请不要乱丢垃圾哦，那等等哦，然后把你们的热情都拿出来，你们说好不好？那么直接用掌声先欢迎我们的主任秘书郑瑞耀郑祖秘上台，我们讲几句话。